新闻一五二，一五二辣新闻，欢迎你收看今天10月15号的辣新闻，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蔻。就在台湾的民众呢，大家安和乐利的过着平常的生活的同时呢，事实上在台湾海峡的上空跟台湾海峡战云哈密布的气氛是非常严峻的。就在这个时刻当中呢，10月10号我们的国庆。蔡英文总统他释出了要两岸和平对等对话交流的讯息之后呢，美国的驱逐舰昨天晚上经过了台湾海峡。很不寻常的是，我们的国防部在昨天晚间主动的公布了这则消息，这是今年以来第10次美国的舰艇经过我们两岸之间最重要的海道。那为什么会如此呢？今天的美方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他们的网页上面也做了这样的报道。各位，在台海紧张情势之下，我们当然要感谢我们的国军跟我们的领导当局给予大家一个非常安静的生活空间，可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今天要请专家跟各位解析所谓的美国的驱逐舰在这个时刻经过台湾海峡，以及美国非常重要的智库 CSIS 今天公布了一个民调，说美国人他们在意愿上面支持来协防台湾的超过了数字6，这又代表的是什么样子的意涵呢？此外，日本的媒体他们释出了非常多川普美国当局将要友好对待台湾的各种不同的讯息，里面有非常多的真真实实跟虚虚假假的讨论空间。但是这代表的什么意涵呢？今天我们也要跟各位进行深入的讨论。最重要的是，当美方他们已经批准卖出了非常多重要的武器给我们，是让台湾的国防跟武器装备上面可以增加多少的力量？今天我们请到飞弹研究专家张成先生来跟我们做细部的解析。更重要的是，东引的飞弹基地到底1996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开始打造，而现在东引的飞弹基地在防卫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面又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呢？张成先生他有个人的第一手的经验，也要跟各位做解析。当然我们也要来看中国国民党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所的御用之下的一个小政党吗？每天指3到4的，到底会把中国国民党驱赶到什么样的境地来？为各位介绍来宾，首先就为各位介绍的是参与熊山飞弹的研究的总工程师张成。大家好。好，欢迎你。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家汪建明。大家好。好，谢谢。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陈廷飞。寇姐好，大家好。好，欢迎。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也是政治评论家温朗东。寇姐好，大家好。好，嘿，前国大代表，他军方出身，对军事问题应该有非常深入的了解黄鹏孝。立刻好，大家好。好，欢迎你。资深媒体人于妹妹。寇姐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昨天晚间美国的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到底在现在两岸的风云紧张的情况之下，这是什么意思？中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抢滩成功后，开始往内陆攻击。另一头，陆战队员从直升机垂降登陆，解放军在网路释出多段训练影片，企图壮大宣示，美军可不会坐视不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指出，在海军长期规划中，中国是头号战略威胁。美国一艘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贝瑞号14日由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太平洋舰队证实这项消息，强调这是例行航行经台湾海峡，并符合国际法规范。这也是美国军舰今年第10度通过台海。中共的对外扩张变成这个国际的麻烦制造者，大概平均以每个月一次的方式来台湾海峡。那就美军公开的说明，这是执行开放自由的国际海域，也是避免中共把不管是东海、台海，甚至于南海内海化。
所以这个动作对台湾的安全以及周边的稳定是有帮助的，我们是乐见。面对中国武力威胁，除了仰赖盟友帮忙，台湾也必须当自强。国军斥资4亿在马祖东引岛打造飞弹基地，届时包含天空三型、雄风三型，甚至射程600到1200公里远的雄二一飞弹都将进驻。届时中国上海、广州、南京等地都会纳入射程范围。好，我们来看啊，这样还请教这停飞委员呢、啊。马英九跟马英九们在9月下旬的时候，透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啊，或是哈、两岸啊关系演变的讨论啊，跟媒体的专访，很多次释出一个讯息，就是台湾如果跟老共打仗，美国不会来哈、那。后来呢，美国当局呢，当然AIT 啊，或是其他的人士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动作跟语言的表现。可是十月之后更具体的就是美国的特殊任务机在10月8号，他们呢画出了一个海峡中线，就是中国当局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说没有海峡中线之后所做的。接下来呢，就在这个10月13号晚上，美军派出了 EP31 电侦机在台湾的西南海域以四边形路径飞行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情况。那此外呢，蔡英文总统呢，就在13号的时候呢，去视察了乐山雷达站。这个时候呢，有美方的技术人员曝光，他的照片非常的清晰可见。那昨天晚间这个是美国的飞弹驱逐舰贝瑞号它行经台海。那国防部呢是主动证实这件事情，并且说我们的这个军方全程掌握美舰由南到北的航线临近空域海域状况全都正常。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来自中共方面的消息也说，中国当局他们也在严密的监督当中啊。要请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嘛，就是美国在台湾的旁边，美台之间的协防跟互助关系是非常密切不可分的。没错哈，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所做的这些动作，不只是说从过去的一个所谓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是比较保守的协防，到现在是直接，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军舰，今年已经第14次。我们看到军机也是，美国军机也是不断的，只要是中国有任何这个动作的话，其实最近一次也就是2月12号，军机也曾经协防过一次。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所有动作当中，很清楚，马英九们。不断地在强调说，所谓首战即终战，所谓的美国根本就不会协防我们，这样的讯息是错误的。甚至是当我们台湾国防部自己证实了，所谓的军舰，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当中，美军也直接发新闻稿，而且非常清楚地强调说，这一次贝瑞号为什么要行经台湾海峡？最主要是要展现美军对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承诺，非常清楚哦。而且他还强调一句话，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活动跟行动。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句话？这个就直接跟中国呛下嘛。也就是你中国不断的在扰台，你不断的在放话，不要问了，不要忘了现在的老大是谁，而且谁要去负责整个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是美国的责任。所以他为什么可以航行每一个地方？因为国际法有规定。所以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区块？也就是你中国不断的说台湾是你的一个国家，是你的一个地方，这是错的。因为如果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可能自由航行在台湾海峡。因为台湾海峡，如果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台湾海峡就属于内海，要经过就必须尊重你中国，要让你中国同意。所以他今天这个动作
只是要证明今天国庆演说完之后，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不断的在强调，而且习近平也好，或是相关中国的各个官方单位都不断的强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美国的这个动作两个重点，两个意涵，第一个意涵，第一个意义就是台湾接受到美国很重要的协防，任何人都碰不了。第二个部分是台湾绝对不隶属中国，绝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它台湾海峡不是中国的内海。所以你看为什么中国要跳脚，当美国这个动作，然后美国又再一次用新闻稿，军方发新闻稿之后，中国跳脚啊，中国怎么说，中国说哎，正式跟美国说，你不要忘了这是中国的领海。他这样子说，说是中国的领海。所以为什么现在在几次的所谓美军舰的一个巡防当中，中国都没有这么大动作的一个声明，就是因为他没有碰及到台湾海峡这个区块。嗯，可是今天美军已经直接碰触到台湾海峡，已经短兵相接了。是啊，所以在这个短兵相接，还有一个必须要让大家去看到，这也是中国他不断的在看说到底美国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攻防哦。嗯，也就是在九号，原本雷根号的航舰是要从南海金马六甲海峡进入东印度洋去活动。可是在十二号突然之间又回防到南海，所以他们发现说其实美军在这一段时间的动作很不寻常。中国自己也已经判读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然后再加上美国已经有了这个贝瑞号进入到台湾海峡的动作，所以我相信中国很清楚现在对台湾他们是动不了。而且台湾也已经从过去的防卫变成现在是主动防备。什么叫主动防备？除了蔡英文总统所谓的国防自主，我们现在在东引，我们也要花了4亿去建制我们的飞弹基地。是，而且这个飞弹基地如果依照专家很清楚的一个判断以判读，它是直接可以攻到解放军的东部。所以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范畴，台湾不再只是一个坐着等人家防备、等人家来协防的一个国家，而是我们除了有协防美国的协防，我们还有主动攻击的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我们有主动防备、主动攻击啊。那虽然这个攻击性武器的字眼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还蛮敏感的，比方张成总工程师那个上次在我们节目里面就做了一个非常理性的、中立的这个解说，但是台湾要有主动的军备，意思就是哈，当你太过分的时候，我是可以做刺猬的嘛，这是最新的发展。可是要先呢，这个张成总工程师在东引的这个飞弹基地建造过程当中有亲身经历啊，等一下请你帮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说明。不过先请教你的是，上一次的美国的军舰经过的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是8月31号。8月31号那个时候呢，是捷克的议长跟布拉格市长这个团呢来到台湾嘛。那个时候老共也跳脚，后来九月老共跳了很多次脚，因为他们的工卫部长来了，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国务次卿来了，然后中间呢还发生了我们的国庆嘛，对不对？10月10号，那在这个氛围里面，是国内有一些人是在唱衰台湾的这个军事能力的，是在回应哈这个内应老共的，然后再说美国不会来的，那个你一打仗一定是千万人头落地，然后还说美国的军舰呢，这个航空母舰又老又旧。这个氛围的情况之下，最后更令各界震惊的就是中共说发言人说没有台湾海峡中线。那我们看着这个时间的移转，就是慢慢的，当老共那边一直禁闭、一直禁闭的时候，美国就有动作了。所以美国的动作包括了海峡中线上面飞机画出了一个隐形的这个一个中线，那包括了昨天的驱逐舰，也包括了
在啊双方还在角力当中耶。十月十号，他们就在我们的国庆这一天，为什么他们要公布所谓的对台攻击主力的第73军集团军的多兵种联合立体渡海登陆演练？这个73集团军的就是专门针对台湾而来的。那这些演练，陆航特战、电子对抗、炮兵、无人机、两栖坦克等部队，全部就是要来打台湾的。哇，你帮我们解说一下，那他们这个动作之后，习近平还去看了海军陆战队，那蔡英文总统因此到了乐山雷达站啊。这样子，我们一件件来破开来看，我们先从那个驱逐舰，那个贝瑞号先讲起哈。我们了解一下海军的舰队的结构，在还没有航空母舰的时代。驱逐舰就是海军的主要战力，你看驱逐两个字是把人赶走的意思嘛，它跟护卫或者巡航巡洋的字就不一样，所以驱逐舰就是海军最主要的战力。最早最早的驱逐舰上面的战力是什么呢？是鱼雷，好，就是攻击其他军舰的，把它赶走的，把它摧毁掉，驱逐。可是现在的驱逐舰结构不一样了，叫做飞弹驱逐舰，上面是有飞弹的，像以这次那个贝瑞号来讲，它是伯克级的，它上面有所谓的向内雷达跟垂直发射系统。我为什么要强调飞弹驱逐舰的？它不只是当初海军原来的任务，就驱逐其他的海军舰艇这个任务之外呢，它还担任防空的任务。为什么担任防空的任务？是因为在我们海军的发展史上开始出现了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本身就是个机场，那这个机场要有人帮它做在地防空、区域防空，这是需要的。这是第一个好，但是它为什么要经过台湾海峡？我这样讲哈，如果在中共我们上次讲的跨海作战第一集的时候，破坏了我们某些阵地，在我们战力保存还不能恢复战力之前，这个驱这么强战力的驱逐舰，它上面那个垂直发射器有100多颗飞弹哦，是好，这它如果在台海中间，是不是就架成一个防空网了？这个很重要啊。好，它现在经过台湾海峡干什么？在我们军方有一个词啊。叫做熟悉战场，就是我在经营战场的第一步，我要熟悉这个战场。我举个讲，以前我学长可能有经验过，我是没经验过。我们台湾是不是有三训韩训基地？对，我是没有去过，有科技兵种嘛，好吧，没有去那个地方。好，为什么要三训韩训？我特别要讲韩训。我们台湾需要韩地作战吗？不需要嘛。我们台湾热乎乎的，为什么要做韩地训练？是熟悉那个战场环境。好，美军现在这个贝瑞号这个伯克级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就在做一件事，熟悉战场。一个月来一次，就越来越熟。将来他向由南往北走，由北往南走，将来有一天他需要介入台海保卫战的时候，他就不会不熟悉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第一件他讲两件事情，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是个驱逐舰。如果中共的船团要经过台湾海峡之后，不要小看驱逐舰的威力。第二个，它可以帮台湾架出一个我们备份的防空伞。这两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至于刚刚委员所提到的那个国土宣示意义，我就从那是政治层面，我就不谈。那个第二件事，你提到就是说那个七十三集团军嘛，东部战区的七十三集团军，基本上它整个训练规划上都是对着台湾。好，那其实中国大陆一直到现在，我们上次讲靠海作战、渡海作战的时候。他的渡海作战能力，现在从全世界军力评比上是被怀疑的，是被不管是人员的筹载能力、装备的筹载能力，甚至他人员的打击能力都是被怀疑的，所以他们现在在做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的整军精武的动作，就是怎么样慢慢壮大他的陆战队的编制，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要去看陆战队？为什么在那个超演里面的七十三集团军里面把重点放在登陆作战？就是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战争打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没有陆战登陆的话，其实这个战争是没有打完的啊。有没有我们在军方叫做收拾战场？收拾战场后面就是战争，就是所谓的战地政务。那学长就比我更熟了。这应该没有，学长没有错嘛，对不对？要收拾战场。那收拾战场如果没有陆战队做先锋先登陆的话，后面陆军在补上是永远不会收拾战场的。所以为什么他现在加强这一段？如果说他不是剑指台湾，他剑指谁啊？剑指菲律宾应该不会吧，对不对？所以他会加强这一段。那你听到蔡英文总统到乐山基地这件事情啊，其实我在中科院经过是还蛮多，这件事我也经过过哈。乐山对对啊，那个乐山雷达站上面呢，那个因为这次新闻会比较多披露的是出现了
阿多啊，外国啊，美国人，对对对，技术人员。我想补充说明一件事情啊，在乐山雷达上的一些美国人呢、啊，基本上技术人员比较多，军方人员比较少，也有。我讲的比较少，为什么技术人员比较多？我们这个乐山雷达哈、那个铺路爪雷达哈、它基本上啊是一个很先进、很先进的雷达，它的征收距离是超过3000公里的。那这么先进的雷达呢？那个美方当初某一部分的维修并没有开放给我们台湾。所以需要一些美方的人员在场，背景是这样。但蔡总统到乐山雷达站，它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眼睛现在是看得很清楚的，而且也披露了一些以前我们都不太能谈的两个东西。第一个，它上面有快炮；第二个，那边有个天空防。天空飞弹连啊，那天美美我要跟美美聊聊到乐山雷达站防护的时候，我讲的含含糊糊的，因为我不知道那边那个装备能不能公布了。那边有个天空的飞弹连在那个地方，代表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会被你第一个攻击的弹道飞弹第一个攻击目标。所以攻山飞弹部署在那一边，就是要做弹道飞弹防御的一个结构。对，好，那我想这个是整个您刚刚问我那个部分呢，我想跟他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呢，就是说。对方在就敌方就是中共那个地方，他没有一刻会忘记解放台湾。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啊。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那个几个同学那时候反正两边的人一起都讲华语嘛，一起过生日。那有一个北京大学那个资讯系的同学，跟我的同学，我们就帮他做生日。那我们台湾做生日不是可以许3个愿吗？他许的第一个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他第一个愿要解放台湾。我就待在那边，我不知道下句该接什么了。你解放我吗？好，我想讲这个在他们脑袋里面从小教育到大的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他们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拯救我们啊！他们一直根深蒂固的概念，所以对他们来讲，对解放军来讲，解放台湾或者是对他们讲叫收复台湾，是他们永远在做的一件事。反过来是我们在军备上。我们在民心士气上，我们做好了准备没有？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呢要购买这个不同的武器引发各界注意。而蔡英文总统呢，他非常的密集巡视各种有指标意义的军事基地嘛，对不对？那就要请教彭校，就说中央电视台故意在10号这一天公布了一个影片。那这影片当然有大内宣有大外宣的目的了啊。按照这个军事专家的理解，就是第73集团军专门就是要来解放台湾用的嘛啊。他们把解放台湾的各种的这个战力全部都做了一次演习。那演习了之后呢，那总统他就到乐山雷达站去了，我们的总统。而呢，习近平又到了广东的海军陆战队去。今天呢，这个我们又看到他们公布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官方微博，全部针对台湾，当然也是针对美国喽。那所以美国老大哥扮演的角色怎么解读？那他是要来播给台湾人看的吗？还是播给他们自己人看？那我们台湾人看了之后，应该怎么样来这个解释，然后怎么样来看待发展呢？现在的这个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它肩负了多种的宣传任务啊。所以刚才玉寇讲说，这播给谁看的？都有啊。那播给我们呢？是播给谁？拨给红媒啊，让他们有素材帮忙炒作啊，扩大发展啊。所以一开始玉寇说：“哎呀，现在我们台海战云密布。”对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仔细的分析的话，没有什么战云的所有密布都在哪里？某些报纸的社论都在红媒嘛，严重哦哈，对不对？他那边这样给你三分颜色啊，然后台湾的红媒就开启染坊了嘛。你说他有什么揭穿了他们的这个动机，但是要吓台湾，但是也没吓到台湾人嘛。是啊，所以说你看73集团军，对，73集团军现在是在所谓东部战区的这个作战管辖之下。因为他现在改变了，东部战区只管作战，他不管训练更不管装备，更不能够指挥他做什么。所以说73东部战区有3个集团军，从71、72、73，73主要是针对有台湾的。你看他现在讲的编制一大堆啊，什么无人机啦、电子对抗啦什么什么两栖炮兵、无人机、两栖坦克特战、陆航，看影片看起来蛮吓人的。这是蛮吓人的。共产党的东西都这样子
其实又是糊弄人。第一个，他编了这么多，没错，我们看他什么时候开始编程的。嗯，七十三集团军从他上一次的这个整个军事的这个改组啊，到现在不没有超过五年了。哦，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军队这样编程啊，给你什么你就会运用，你就知道怎么配合，复杂的很呐。嗯，我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搞个联兵营啊，一个营而已，对不对啊？把这个尖射飞弹啊，把那个反坦克啊什么的，通通加进去哟。光一个营，派个少将营长啊，去指挥、去训练、去整合。为什么？这个不是光我们台湾如此，美国也是一样。他现在编那个所谓的滨海战斗团，那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他也是啊，打破了这种这个军兵种的这种藩篱，完全以作战需要来编程。这个老共就学他们的嘛，啊！但是你学，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你本身的军官素质，啊，你有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同时的运用这些高科技的兵种？第二个，每一个不同的兵种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作战管制的联系，这个说实在，除了说你能力以外，还依赖科技。所以这些东西啊。任何军事的东西，没有经过实战，都叫做什么江湖传言啊，所以啊，他的江湖传言，他的现在中央电视台就像以前武侠小说一样，你看武侠小说里面，哎呀，把像我这把年纪啊，得道高僧说的武力啊，武功多强啊，如果真的我去打的话，啊。30秒 KO 嘛，就像大陆的一些的啊什么的啊什么什么浑元太极拳宗师啊啊，年龄还没我大呢，对不对？号称打遍世界，结果被一个大陆散打业余的选手啊30秒 KO。所以你的意思，他是在怎么做纸老虎，在吓台湾人？他现在就在写武侠小说哦，他啊就在写武侠，吹的哎呦无限的了不起，但是。你没有经过实战，这个说实在，听听而已啊，一点不管鸟用。为什么？美国人就做给你看，美国人从来啊，他电视台什么时候播放过的啊？他什么时候啊军演过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啊阅兵过的？他不要嘛，不需要嘛，不信的话我打给你看嘛。好，尤其是像这种的啊，多兵种的联合作战，坦白讲，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有实战经验，只有美国有这种能力做好这种多兵种的协调。即便如此，他还经常演练。25号开始啊，又一个美国跟日本的在西太平洋一个大规模的演练。老共有本事的话，你拿他的1%拿出来好了。你看他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把它放大了。其实你几艘军舰。你要出这个第一岛链，你不经过我们的巴士海峡，不经过台湾东岸，你往哪里跑？没地方跑嘛，你一定要经过啊！经过的时候就说：“哎呀啊，这个我们来扰台的。”哎呀，这个说实在啊，听听就好了。好第二个啊，这个啊，你说在西南角，我们你讲过很多次，因为西南角这有潜舰在嘛，在这个潜舰，美国也有。老共也有，当美国发现说老共可能有核子潜舰在那里啊，所以呢，为什么四方形这样绕？这就是猎杀，就是抓这个潜舰。他发现了老共有新的潜舰，潜伏在那里。潜舰是这样子，你一旦被空中的这个征收抓到，你就等于阵亡。在演习里面，这艘潜舰就等于被击沉。为什么？空中呢打成潜舰太容易了，所以说。那老共也在收啊，啊，他老共收什么？收美国潜艇，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因为那个地方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战云没有密布，好，完全都是嘴炮啊，中央电台的嘴炮中心啊，武侠小说啊制作撰写中心。然后呢，最可恶的是我们一些红媒，我们台湾的一些舔共的人啊。甚至于说资深的媒体人啊，帮他们在那边扩大，帮他们在恐吓台湾人。
但是我们有美国坚强的盟友，对不对？对呀、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美国人就是这样子。你说，哎呀，美国人不来，哎呀，真的，啊，你当过总统的人，你完全在那边睁着眼睛说瞎话嘛？可能你眼袋割坏了吧？美国人不来啊，美国人啊，中美断交以后啊都没走过啊，我是啊。那个中美断交，我是上台美断交哈、啊，现在、啊、台美，我们那是叫中美啊，对不对？哎，我从我上位就是美台断交以后，一直到我退伍，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接触了多少美方人员，我还是政战官科啊，像张成他那科技官科，那更不要讲了。所以这个这两位，这个张成跟那个彭笑告诉我们的就是，哎，他都不讲话，他的这个所谓的飞弹驱逐舰贝瑞号，反正就通过一次哈，就跟你老共讲，你来吧，嗨，我在这里哈，然后随时出现。那你有那个航空母舰的舰艇在下面，我在上面有这个电侦机。当然他，美国跟中国以台湾海峡他们作为对视互相角力的一个环境空间的时候，其实台湾就很重要了嘛，对不对？那台湾当然要得到美国的信任，要得到美国的这个相当程度的肯定，也要得到美国的民意的支持。所以今天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民调，就是美国的很重要的智囊机构 CSIS 啊，上次蔡英文总统2016去演讲的时候就是这个机构，而且他们大部分的重要的这个外国的领袖啊，大部分邀请的时候在这做演讲。那这个调查显示出呢，多数美国人愿意承担风险，保护台湾不受中国威胁。那台湾的分数呢是6.69分，略低于韩国的6.92分，比日本的6.88分还要高啊！低一点啊，低韩国跟日本，比澳洲的6.38分高。美国意见领袖给出更高的7.93分。那这个葛莱仪呢，他是中国问题跟台湾问题专家，他说美国民众在这次民调里捍卫台湾意愿比去年的民调高出很多，那显示出就算未来的总统选举如何的变化，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有这么多的这个重大的议题跟各位讨论？那当然还是因为刚才彭笑说的，有红媒，有像前总统马英九或是马英九们每天做内应，帮忙吓台湾人，帮忙这个来挫台湾人的锐气啊。就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的军售，对于台湾而言，当然哈，老共是要跳脚的。我们来看美国呢，它在七项最新的所谓攻击性武器当中，已经兑现了5项。那中国当局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不过就像彭笑说的，他们都是纸老虎。数战机发射增程型陆攻飞弹，精准命中目标。这款空对地飞弹射程至少270公里。美国白宫已经在12号针对包含空对地飞弹在内的3项武器系统向国会发出军售通知。13号传出再加码，号称死神的无人机具有长时滞空驰骋、高海拔监视能力，更具备猎杀功能。还有波音公司生产的暗制鱼叉反舰飞弹，加上先前的海马式多管火箭、增程型陆攻飞弹，以及装备在 F-16 上可以及时传输尖增情资的 NS-110 光电征兆夹舱。总计白宫宣布对台的7项军售已经确定5项，剩下2项帕拉丁自走炮、海鹰反潜直升机也指日可待。这些武器呢，对增强台湾的防卫力量是非常有帮助的嘛。那特别是张成总工程师跟你的研究跟过去经历有关啊。那这些武器当中有的部分，刚才廷飞一开始讲了，我们的东引要增加4亿的这个预算，要去设飞弹阵地，而且要直接去攻上海跟广州耶。东引在飞弹基地是1996年开始打造的，那个时候你就在那边啦。对，这样故事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这次的命运呢，都跟国难有关。刚刚提到那个，不管是美台断交或中美断交啊，那个因为这件事情，我才没有下部队，一毕业就到中科院去。我想徐展应该知道那背景啊。你如果没有那件事情，你说你1979年呐的时候，我在就是我是民国67年去念军校，民国68年有一天起床断交了。哦，对，断交了。
然后那时候其实真的很惨。那我那时候有国中同学读士校的跟我讲，那时候我们国军的战力非常的差。他说那时候我们英式飞弹连呐、啊，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没有补给料件可以做任何替换的。所以那时候的还能那个时候是 F-51，有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飞不起来的，因为我们跟美国断了所邦交之后，很多的补给料件是没有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政府就下定了一个决心，要武器要国防自主。在这个背景下，我说一天部队都没下，一毕业就到中科院，我说我靠国难了、啊、哈。好，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中科院很重要，叫三弹一击，好，就 IDF 的那一击，天空、天剑、雄风。那我那进中科院的时候，我是在天空计划这个系统里面的。那天空计划里面分很多部分，其实我主要的部分是做里面的雷达，好、就那个长白雷达。是，那因为就是因为这个部分，那我后来在天空在部署的时候，我会到一些阵地去。当时我们天空第一个部署的阵地是在三支，好三支，现在是公开我才能讲，以前我都不会讲的哈。现在因为什么公开，卫星都照到了哈。好，第二个连天空第二连就在东营。那个时候到东营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蛮惊讶有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我们中科院自己选的，是国防部选的，所以当我们到东营的时候，我还蛮惊讶那个地方。第一个为什么惊讶？当然是我们去过外岛很惊讶，这个是一件事。第二个，那个地方全部是花岗石的一个岛屿啊，像这样，好、花岗石的岛，这还是那个，它分的东引西引，中共当局这个拍摄到的照片，对东引西引跟中引，一个小岛在中间、然后中间有我们盖的类似个跨海大桥，把它接在一起，好。东引的岛，不管东引、西引、中引这三个岛了，都是花岗石的岛、对，一点沙滩都没有。我想讲的是易守难攻，对，非常好守，很金门不好守哦，金门有沙滩可以登陆的哦，那易守难攻，所以当时我们去那边勘察阵地的时候呢，为什么会选那个阵地？为什么选到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把那个台湾的地图、台湾海峡地图摊开来看，东引在这个地方，好，如果我们那边有一个防空阵地，对着南方。好，对着南方，是不是整个台湾海峡框在里面了？是对啊。然后对防空来讲哈，如果有机会跟飞行员聊的话，他们最怕的是后面追瞄，对，不是前面追瞄，对，好。当他驾驶飞机的时候，他感受，我们上面有些电子分析雷器，他知道他自己被追瞄的时候会嗲嗲嗲嗲会响，他尾巴被追的时候，对，他其实不知道是哪边被追，他就开始要做一件事，要找飞弹在哪里，是啊。第一个是雷达可以帮他找，第二个就是眼睛找到。这你问飞行员，他都会讲这个东西。然后找到飞弹的时候，怎么样子做逃逸动作，那都有训练的。好，那我不谈那一段。可是如果是后尾巴追瞄，是他最怕的。所以我们看那个 dogfight 飞行员在战斗的时候，是不是都跑到你后端发射飞弹？就这个原因。好，所以那时候当国防部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到那地方就发觉，哎，这好地方。第一个我刚才很难易守难攻。第二个，如果那边摆了一个飞弹阵地，对着南方的话，整个台湾海峡就照顾住。而且你只要共军军机你往台湾来，都是后方追瞄。是啊，全部是后方追瞄，所以这个地点很重要、好，那时候我们就去了。那不过讲真的，那时候好辛苦啊。我虽然没有去三训韩训啊，大家想想看那个地方，我想学长该理解我要想讲的吧。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找了工兵部队，生活算是那个时候很差。很差。1996年的时候，严格来讲，1996年装备应该。1996年是 deploy 完成，部署完成。我们在1994年就是开始做阵地工作。进去开发。对，就这，那好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包括阵地的选择，包括很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先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中共找的，大陆找的，微博上的。那中间有一个画圈圈的地方，他们还帮我们写了"发射井"三个字。好，就是我们所有的飞弹都在地底下。好。我们把花岗石这样挖开，我跟他讲，那时候连怪手运过去都很难呢，真的很难，真的难度是不是大家可以？那边没有码头哎，没有码头，要抢滩，那很难，要抢滩上东岳，对，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那时候在那边真吃尽苦头，虽然我没有三军韩训啊，也是吃尽苦头了哈。好，我们把每天爬山，我们把那个发射井，我们所有的飞弹都在地底下，所以我把一件事情牵连一下。我们在1996年，民国80几年的时候，我们中华民国就有垂直发射能力。不要小看，我们现在在讲什么神盾舰什么，我们早就有。我们在那时候为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天空飞弹做出垂直发射能力。好，我们通通埋在地底下。注意看啊，那边还有一个雷达，那个房子是雷达，那个雷达面是朝南的。那个位置当时选定的时候，是除非中共你解放军跑到我正面来打我，你怎么打都打不到的。你跑到这边不就是我要打你的时候了吗？所以这个阵地是非常好的阵地，但是也是非常难盖的一个阵地。好，
那我为什么要先把这个做说明呢？就现在不是空军司令编了一笔预算要整修这个阵地啊？我先讲一下整修这件事情。一个阵地工程摆了25年，也该整修了啦。再不整修，该发霉的也发霉，该什么？这应该没有错吗？我们一个房子，我们自己住了20年，是不是要整修？第二个重要在哪边？我们天宫三型已经完成了。虽然我现在不在部里面，但我绝对相信，因为当初只有一型二型布置在那个地方，一型二型基本上是防空的。天宫三型啊，除了可以防空之外，可以反弹道飞弹。好，反弹道飞弹。那天宫三型部署在那个地方，会增强我们的防空跟反弹道飞弹的能力。所以因为天宫三型的发射系统跟一型二型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必须要做阵地工程。是啊。好，所以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好，我想补充的第二点，不要小看在东引，除了这个天宫第二连，那时候我们叫第二连了，现在已经编号番号已经换了哈。第二连之外哈。老公比我们还清楚啊！天宫6102营，天宫阵地6102营啊，这6112营是在现在空军司令部下的编号，是好，那没关系。好，那我要讲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海风第五中队，海风大队，海风。后来我一开始进中队的时候，我是做天宫飞弹的系统，后来我当军人呐、只有听命令的份，你也没有什么选择权。张成，你明天去做雄风系统啊，所以我就到雄风。说我后来退伍，在雄风雄山飞弹总工程师退伍。好，在海军啊，以前海军有炮兵，以前海军的炮兵是干什么呢？是保卫港口的。最早的海军的炮兵，我想学长应该知道。可是到了我们后来战争慢慢演化，我刚刚提到驱逐舰的演化，战争慢慢演化之后，海军的炮兵就担任了另外一个任务，是暗自防卫，暗自反舰防卫。好，我再讲把海军的炮兵多讲。以前我刚开始看海军炮兵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大家有机会去苏澳看那个龟山岛，那个炮口是朝着苏澳港的。我讲奇怪，你不对外打，但对内打。他说那是防卫，当有别的军舰攻击我们苏澳港的时候，我们要把从后面把它打掉。好，这是最早的海军炮兵的概念。好，后来海军炮兵慢慢演变成有飞弹之后，就是变成海岸防卫了。海岸防卫，所以我们在现在海军有一个叫海风大队，有7个中队。第五中队那个时候就在东营了。好，那我为什么要先提这件事情？那表示我们雄风飞弹也部署在东营。好，虽然这个阵地工程我没有参与，但是我知道它在那个地方。第五中队，好，那我们讲一样，我们再看看这个图啊。如果有军舰要攻打台湾的时候，是不是就从尾巴打了？其实对所有的作战平台来讲，后面都是弱点。大家同意，我们一般人也是后面也是弱点，对所有的作战平台讲，后面就是弱点。所以海风中队在那一边，第五中队在那个地方，就是如果在厦门那边有渡海作战，福州那边有渡海作战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后面打你的。好，那部署的当然就是所谓的熊二飞，熊二为主。熊二为主。那现在大家就在猜了，现在是熊山那么有名了。对，要不要部署过去？是啊，对不对啊？当然，这国防部，我想这个想当然而已，我们不用去猜。想当然有这个东西，那寇姐，你刚问我说，我们新买的武器会不会在那边部署？会不会在那边部署吗？我觉得要一样，我们来看我们新买的武器，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它。我们上次谈渡海作战、跨海作战的概念哈，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先看美国第一天公布的那3项武器是什么？那3项武器，第一个是 F-16 上面发射的那个。SLAMER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这 SLAMER 它是一个空对地的飞弹，对，这空对地的飞弹，射程270公里，基本上这 AGM-84 哦，就是鱼叉飞弹的编号，空射鱼叉飞弹的编号。好，它这个 K 是它这个系列的编号。我要把这个 LAM 什么意思？就是 Land Attack Missile， 对地攻击飞弹，它挂在飞机上就地空对地飞弹。ER这两个字啊，绝对不是 extended range， 不是这两个字，它是什么字？ expanded response，expand response， 它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哦。一般的飞弹打出去，我赋予目标打出去之后，它就打那个目标。可是这个 ER expanded response 是我可以改目标的。我为什么要先提这件事情？一个通常飞弹打出去就覆水难收啊，收不回来。可是我现在可以改一个目标，代表。这个飞弹，它美国卖给我们的同时，会卖给我们一个叫做战场管理系统。
如果没有战场管理系统，我怎么改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说，也许我现在假设一个集火攻击，很多个飞弹打一个目标，结果前面几个飞弹已经完成任务了，我们后面飞弹干什么用？换一个目标。Expanded response， 懂我意思吗 ？Expand response。好，那它一定要有所谓的战场管理在里面，我才可以去分析战场管理做几件。第一件事就是火力分配，第二件事情就是战场评估，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嘛，所以它一定有这个功能在里面。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在空射的武器、飞机上面发射的武器啊，我们有所谓的近程、中程、远程，它概念是这个样子。所谓近程武器哈，就是我在飞机上就已经锁定目标，叫近程武器。近程飞弹。我们在工程上也是这样讲。什么叫中程的？中程是它发射出去之后，我飞机上的雷达还可以导引它的。那就看每个飞机上面的功能了。对，什么叫远程飞弹？我发射出去之后，我飞机也管不了它的。叫做远程。好，这个270公里，基本上超过100公里以上，大概都快到远程飞弹的范围了。看每个飞机的性能。好，那上面雷达的性能。好，你打270公里，空对地，那你还可以改目标。好，那如果没有一个通讯系统在那边，你怎么做这件事？所以配合的第二天公布的海马式那个 MQ9 那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我就在想哈，美军同时会配给我们一个东西，叫做指管通信系统，指挥管理通讯情报系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次的武器的这个军售，所谓把这个台湾哈形成一只刺猬哈啊的同时，也是可以补足哈我们现有的啊。对，因为我们当初的防卫武器上的不足，因为我们当初的武器在以前的发展的背景下，我们讲叫做反渡海作战，就是防御性武器，对，防御性武器，老美规定的，对，我们只能做反登陆作战的防御性武器。那我们对渡海作战，上次我们有聊到渡海作战，我都不说那让美国人难堪的字眼哈，攻击性武器，那以前是不允许的，完全是不允许的。是，那我们他现在开始卖给我们这一些可以渡海作战，我再换一个名词讲，叫做决战境外的武器。我们不要让战场发生在我们台海的旁边。我们如果决战境外，就是源头打击，是不是让做战争更好打？我们所有东西都源头管理最重要嘛。好，所以这整体讲起来，就是说我为什么先把第一天他卖给我们这个武器花那么长时间讲？我们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多海马斯多管火箭，它也是跨海作战的一个武器，也是一个源头打击、一个决战境外的武器。所以美国现在第一天卖公布这三样东西，我们讲我们吃便当哈，自己的便当好菜留最后。我们吃合菜的时候是不是先夹好菜？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从美国人的观点看台湾的作战需求的时候，他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源头打击能力。所以他第一天公布的为什么是这几项？大家这样理解了吗？好，包括海马斯，包括 SLAM-1R， 为什么会公布这就很合理了。好，那第二天公布里面就是有所谓的鱼叉反。暗制式反制一叉的飞弹，虽然我对这个飞弹没有那么支持我们买，因为我自己熊山飞弹总公司为什么不用国造的？我觉得熊山就够了啦，熊二就够了。但是既然政策是这样子，我今天想谈的事情是这样子。既然美方给我们的理由是即战力，什么叫即战力？你们现在欠这个战力，马上补足。好，我先接受这个说，即时的战力。对，我先接受你这个说法，我就先接受。好，那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武器？我假设即战力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叫做极敌于半渡。好，这边讲因为媒体讲它可以打250公里，我觉得有可能也有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世界有这个暗制鱼叉飞弹的只剩一个国家，最早有两个国家是挪威跟南韩。后来挪威放弃了，不要这个了，现在只剩南韩有。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南韩的这个暗制鱼叉的射程是150公里，当然不代表美国不会给我们一个250公里，这在到时候再看。好。不管它多少公里，至少是150公里，对我们来讲叫做中程飞弹了嘛。好，既然叫中程飞弹，就是极敌于半渡，就是当中共的船团从大陆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在你还没到我们海峡中心以前，我就把你打掉。好，极敌吧。但这个东西能不能部署在东引？当然可以啊。对，当然可以啊，对不对？当然可以。好，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哈，要告诉大家，就是那些喜欢唱衰哈台湾的这一些，包括前总统、前国安会秘书长们，你们要仔细的、认真的来探讨这些武器出售跟我们现有的防备力量跟台湾哈这个在整个的国家安全上的积极意义啊哈。
请锁定啊，民视台湾台辣新闻一碗。刚才张成总工程师所说的叫做源头打击啊，以及及时这个半度哈的一个啊这个攻击，就是源头打击的意思呢，跟极低于半度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目标呢，马英九他会听不懂吗？苏启会听不懂吗？为什么他们还要唱衰我们呢？好奇怪哦哈！我们读的书不一样。你读的书跟他读的书不一样，可能心肠也不一样吧。要请教这个彭晓的，就是这个是从蒋介石时代要反攻啊大陆啊，到最后的演变到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战术战略的最高的期待嘛，对不对？这跟我们自我的武器的研发跟整个的国际情势的演变也有关系。你帮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源头打击，什么叫做极敌于半度？好吗？如果今天蒋介石总统或者蒋经国总统还在世的话，他半夜都要笑醒啊！我们现在居然拥有这么多能够这个长城攻击大陆的一些军事目标的武器，真的在过去不可想象啊！你要知道，过去老美怎么样控制我们，怎么样限制我们，连我们的军方用油，他都派个士官长在那边紧紧的盯着你。所以说这个刚才张成博士他讲了很多有关于这个我们的飞弹的发展跟部署的问题。他刚才讲到东引我们在东引有飞弹基地，而且我也第一次听到说这么早就开始在东引部署，真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国军对于我们台湾防卫的这种用心是不断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东引非常重要呢？如果我们的熊山部署在东引的话，最远可以打到上海，对不对？打上海做什么？打上海不重要，上海前面有个地方叫宁波，宁波才是源头。为什么呢？宁波是中共的所谓东部战区海军的基地在东部战区里面，为了攻台所需要，他从071、072、073这三型的登陆舰，总共有18艘，通通停留在宁波。当然他不可能说一次都在宁波这个地方装载，因为各位知道，你不要以为说上船很简单你空手你去过这个琉球这个游船没有？对不对？光空手你要几百人要上船都要等半天呢，对不对？那你一个军队各种武器你要整个装载完成需要时间非常长，这个时候源头打击就来了。所以说他们如果要当我们，因为他先是一定是先飞弹攻击，飞弹的突击第一级嘛，对不对？等到他登陆的作战的时候，那是他后面的飞弹攻击完了以后他开始就登陆作战。那如我们一定会保留我们这些重要武器，是他第一级打不到的，例如像说东引的这个阵地那么如我们在东引的飞弹可以直接攻击到他宁波港所以你的那些什么登陆艇十八艘嘛，对不对？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美国跟我们之间的电子战管方面的资源让我们的飞弹能够更精准的打到这个登陆舰上面各位知道823炮战是怎么结束的？823炮战就是因为说我们的八寸炮运上了金门，一发炮弹打到了厦门火车站，他一个团消失不见老共要抗议说我们用原子炮因为八寸炮是可以发射原子炮的他以为发射原子炮，因为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炸弹嘛一发就一个团就不见了所以他就自己找台阶下了单打不双不打自己给自己洗脸。对，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东引的飞弹能够打到他宁波军港把他的登陆艇都打沉了，你登陆个什么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要登陆作战，台湾海峡平均100多公里，看似容易吹牛很简单，写文章这个白发三千尺
对不对？啊，长河入海流，听着写的容易，你做起来就难嘛，对不对？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伦海峡宽在多少？30几公里啊，游泳都可以到。德军要想要登陆英国，花了多少力量？最后连希特勒，最后为什么停下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取得空优。所以连希特勒最后都刹车了。你以为老共啊打嘴炮很容易啦？你真的打看。所以我们那个纪连年啊，我们的陆战队的那位上将，他就讲你打打看。对不对？哪这么容易啊？你以为我们吃饭的，对不对？第二个，美军来不来？我告诉各位啊，简单讲啊，我们赶都赶他不走啊！你以为啊，他来不来啊？我告诉各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说啊，把台湾交给国民政府，这个事情在美军内部引起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的外交系统有两个系统，一个国务院系统，一个就是美国的军方系统。那么直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军方也改为什么 CIA 的系统，对不对？啊，这两个系统同时在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对于台湾来讲啊 ，CIA 系统往往还占上风。对，对不对？所以说 ，CIA 也好，美军也好，对台湾的看法跟以前国务院是不大一样的。国务院认为说，哎，我绥靖政策，我对中共我可以啊怎么样啊，让他和平改变。但是在美军跟 CIA 里面，中共就是敌人嘛。为什么说我上位了，那时候台美断交了啊，我们还常会跟美国接触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说我们接触的都是 CIA 这个系统，都是美国军方这个系统，我们还一样到美国去受训嘛，对不对？啊，所以美军呢，因为台湾地位太重要了嘛，对不对？啊，这个台湾地位的重要，就刚才张生讲的啊，读的书不一样吧，对不对？哈佛没有教嘛，对不对？啊，但是你真的有点地理常识的人，看就知道嘛，还需要教吗？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因为台湾地位太重要，所以美军赶都赶不走啊。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西南角啊。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天天都有潜舰在里面。你看前几天啊，为什么美国的、你刚才讲的这个哈、对，电侦机像连续剧电影一样、在那边打转，为什么？因为 Barry 啊，因为这个贝瑞这个驱逐舰马上要从那边过了嘛，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先收集，看你有没有会危害我航行的潜舰在这里，显然他有抓到嘛？你看那个地方啊，就代表说那里嘛，就在那里嘛，对不对？他逼到他离开为止，这个就是代表什么？真的啊，不要再听马英九他们在那边睁眼说瞎话了。我真的美军赶都赶不走，不要说他来不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佐证，对不对？谁还知道？习近平也很清楚嘛。老共很清楚，所以你看啊，他厉害什么啊？他有没有航母舰队啊？啊，为什么不像美国一样航母舰队你也来走一走？为什么？啊，中共的航母趴窝的时间远比他航行时间多。什么叫趴窝时间？停留在港口的时间。那真正的习近平啊，他又怎样呢？习近平他到海军陆战队去，他在公开演讲。最近有一个关于习近平的影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啊，在演讲的时候突然咳嗽，然后呢，全场一片寂静之声呢。也让中国发展更好的惠及世界。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好，这个还蛮尴尬的，杰明，要请教你。就在这个同时呢，刚才那个分析的就是美国，他就用坚强的行动哈，然后表示他对台湾海峡、印太地区的那个盟主的这个地位，目前看起来
美日台的同盟，加上他的这个小北约的所谓的提倡啊，已经显示出了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安稳的地位。那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媒体居然说，北京设一个 X Day 要西台，那有些媒体啊，这个也被大外宣到要来吓台湾人呐、啊，那还说川普要来台湾呢。是，当然这证明这是日本的一个比较偏向八卦的杂志了哈。那你知道杂志为了刺激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它总是会出现一个惊人之语哦。那当然我们要说，日本其实一直都非常关心台湾的防御力哦。我记得在两年前的时候呢，那时候日本呢就是中国军机呢不断接近到这宫古海峡的时候，那时候日本就出了一篇报道，他非常不太信任台湾在东北海峡的一个防御力，那也呼吁哦，就是美方一定要留意这样的一个区。所以日本其实很在乎是他自己的安危，那这安危呢希望跟台湾能够连在一起，所有的国家都一样，他们比较在乎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安危。那某种程度说，万一台海如果真的发生战役的话，那日本你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或许是引发日本人自己本身的思考。不过我们先回到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其实你刚刚看到习近平咳嗽，那不是他第一次，是第二次。上次在上个月的时候，他跟李克强也是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当中，他也咳嗽了。那咳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观察焦点呢，不是习近平咳嗽，因为旁边是李克强，因为他其实最近很少跟李克强同台。那个画面抓到李克强，李克强的表情是用斜眼看了一下习近平。那个画面太经典，太经典了，真的太经典。所以也就是说，李克强因为思考一件事，你正在对这个所有的党政高员发表看法的时候，你在咳嗽些什么？是在咳嗽你现在对我的不客气吗？还是你对现在的国内的情势有出的问题？我们来观察这次这个南巡哦，南巡的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件事当然是因为深圳四十年了，那么这四十年呢，就由这个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港，然后扩大到一个大型的一个经济圈。但是很抱歉，如果你最近去华强北的时候，华强北是在深圳最大的一个所谓的电子商场。那因为以前我在中国工作，你要去那个地方，那是2011年了，你要心理准备，人与人之间距离是几乎零距离，那一天有50万人次扫进了华强北。那时候你在一个华强北可以创造至少50位亿万级的这个富翁，也创造了百万级的富翁是不计其数。但是你现在去华强北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第一个人变少了。好，你看美中贸易打下来之后，其实人数真变少了。第二件你看到什么？他在卖化妆品，华强北在卖化妆品，这也显示一件事。更何况你知道吗？在这个我们知道，讲到深圳，你一定会想到法伟；讲到深圳，你一定会想到比亚迪；想到深圳，你就想到华大基因，想到这个几个重量级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在这个深圳设研发中心。但问题来了，这些人还有包括大疆，基本上都一一变成是川普列为黑名单的。对，那你想想，过去花这么多钱，用你说这背后没有政府资本吗？一定有，政府花了这么多年去，在过去的这个十三五计划里面，什么新能源、新科技，什么一大堆，有了新能源、新材料，好基础建设一大堆的，全部砸在这部分，一次被这个川普打到这个稀巴烂。所以他这次去的时候还随便说一句话，说我要再创造另外十年的奇迹。其实我这么说，暗夜敲锣啊。自己去想自己的这个这个问题，你看就在这个时候，理论上你今天去了深圳，华为应该给你很大的面子，结果就在习近平去深圳巡访的时候，华为竟然把他旗下一个金鸡母决定卖掉了，然后卖的对象本来原本是跌停板，听到这个消息就股票上涨，因为那家公司也很惨，所以你看出来这整个吊诡的气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去的时候目的是什么？他要发展他的数位币。那你知道数位币这件事情啊，听起来中国好伟大，这个人民币可以数位化。其实你剑指谁？你当然剑指他们支付宝啊，你当然剑指他们的这个微博支付啊，这些是民营企业最赚钱的行业。你看人家赚钱了，结果你知道最近他们有一个蚂蚁金服本来要上市吗？号称在香港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上市案，结果被延期了。这摆明什么？中国没钱了，他把这些民营企业赚钱的钱，他习近平到南巡想办法把这个钱，这都是深圳研发的哦。他到深圳应该是发展深圳，就都是深圳研发的东西，他要去深圳把这些民营企业赚的钱变成国有化。你表面上看的风风光光，看在这些民营企业腾讯啊，不要忘记在深圳还有一家公司叫腾讯啊，他的这个微信要被挂了。所以也就是说，他这次的动作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他在允诺一件事，说我过去5年的这个改革，我必须要这个清单要收。为什么？因为
在北京的军方一直好奇，你把七个所谓的军区改成五个战区，北中这南北，他们就说那个打麻将啊，这个中南西北中南西北中中南西北嘛，五个地方嘛哈，你这在打麻将吗？其实大家都好奇，你这位自认自己，他自己取自己的名字哦，他叫做军委联职总司令，从毛泽东以来没有敢自己自称是总司令，他是。那你知道这一次他们去这个参访所谓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也是习近平认为现代化必要的事情。大家都会颤衰哦，你这个到底有没有打击能力？所以必须证明一件事，我来告诉我打击能力。我这么说一句话，他不是对台湾的，他其实在正责他们自己人民解放，自从郭这个徐才厚、郭国雄被干掉之后，其实他们中央的这些军委对习近平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你把我们这些人都处理掉了。而且很好玩是处理这些人的人呢，最近也下台了。好，所以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习近平基本上他不是在大外宣，他是在内宣。刚刚谈到这个伯克级的这个贝瑞哦，那我真的很好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讯息。你会发现到哦，这不是单纯说他们的军舰由北而南或由南而北经过台湾海峡，不是的，他们背后都是一个军演。军演完之后，像这次的这个贝瑞号，它其实在南海跟日本的舰队做了一个反潜的军演。军演完之后，其实上次来经过从由北到南，也是因为在这个韩国外海，它一个军演，所以他们军演完之后，一个军舰就是由北而南。他在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很明显告诉一件事，你不要以为我这军演是在南海，其实南海军演里面，我也把这个第七舰队的主力直接在这个台湾海峡也就延伸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西太平洋做印太战略的一个演练，因为可能五个不同的国家，我演练完之后，五个军舰也通过你这个台湾海峡。其实上次加拿大也是啊，加拿大军舰也是参加的这印太战略的时候，顺便经过台湾那边戏水给你看。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告诉这个中国解放军一个很明确的事情：我不论今天在南海，或者是在东海，或者在其他地方。我做任何的军事演练，我一定会把台湾海峡纳进来。这个讯息实在太清晰了。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其实也知道，他为什么请了贝瑞号？因为贝瑞号是取自什么名字？它是美国海军之父的名字。而且这个神盾级，刚刚我们张成博士已经讲得很清楚，讲白了，就是这艘军舰一过去，因为它配备了战斧巡弋飞弹。你沿岸的300公里，比如他今天是在台湾海峡经过，但是很抱歉，你中国陆地往内推300海里，所有的军事基地什么东西，他全部看在里面。你知道所有的任何飞弹的配置，你的军舰的配置，还有包括你的海陆军的配置，他全部看在眼里。他这个武器是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你今天不要什么现代化，我这条战舰过来的时候就知道你的这个能力。而且事实上，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消息在去年是公布，我们台湾有个海研一号，当时海研一号出来的时候，大家想说就是一个海研一号，其实没有，最近海研一号其实已经跟关岛连在一起了。他们这些海研一号在做什么事情？从台湾到关岛这个海文上面所有测试，这在做什么东西？在做台湾将来有潜舰的时候，我们的潜舰所连接的军事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海域，其实是跟关岛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当然对于美国来说是对中国来说很担心，因为我们是潜在的提供讯息，比如说乐山它提供给日本，日本比日本快2分钟，这个事情多严重？日本自己要盖一个陆基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雷达，就被当地的民众反对。那你当然需要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乐山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雷达跟日本合作啊。那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菲律宾、越南不知道不要吗？因为这已经扩大到南海整个征收范围，所以这里面潜在的一种所谓的默契，似乎已经看到说，你不要以这个，就是我还一句话，我们一位前任总统一天到晚说美军不来，美军已经来。我记得还上次还讲这句话的时候，雷根号还创下有史以来最接近台湾南端，告诉你我在这个地方。请教美美苏启还要说。那说美国军舰、航空母舰又老又旧的是他吗？对不对？他们这些人念的书也不太一样。说中国的舰艇远远比美国多，还说那个兵推里头美国都是输。所以我们也非常这个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每天这个胡扯淡啊、胡说八道，讲了一堆不是事实的事件，才会有各种不同的报道，用我们节目大家的具体的事证给佐证。其实我们从小被这个教育党国教育时候，就是
台湾是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啊，这个就是扣台湾海峡是天然屏障啊，这就是怎么打这个源头打击，以及这个在极敌于那个半路的一个最基本的天然地理的条件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扣扣，我必须要讲哦，中共是这样子哦，他们非常知道攻心为上嘛。他现在军力其实远远不及于美国嘛，他也知道以台湾这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在第一岛链中间的位置，对不对？这不只是地缘战略啊，包括说对中国，对他们的专制政权来讲，台湾的民主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武器跟利刃啊。哦，所以在这边，美国当然保护守卫，共同来协防台湾，就是关系到攸关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益嘛。哦，那。因此呢，对中国来讲，他必须怎么在军事上是这样子的哈，他不管是说跟你打消耗战，他不管在那边做演习，他不管说什么要夺岛哈，然后剑指台湾等等，这一切讲得很大声，摆出来好像军容很多的样子，他第一先攻心为上，再配合内部有些人跟你说首战就是决战，就是中战，再说有前陆军总司令跟你说我们的这个战备能力等于零，前国安会秘书长再说我们就是这么不经打。哎，中国已经军力这个战绩已经要超过美国了，兵推都是输的。那我请问你，会不会从内部里头先打击了台湾的士气？对他来讲，一个意志消沉的分化的台湾，没有士气的台湾，对他而言，他当然将来要夺取台湾，他先省掉一半的力量。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要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要软的硬的拳头一起来的原因。那在这里面要对照出来，我必须要讲哈，刚刚有讲到习近平的咳嗽，大家不要轻忽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中国现在有内部很大的一个危机问题，叫做权力接班的问题。好不容易邓小平时代，他那时候说，哎，一个领导人就是做两任十年，对不对？然后戒零了你就换，然后在第一任任期以后，第二下一个世代的领导人就上来要备位了嘛。现在习近平搞得变成全部权力集中在他一身，没有新的接班人哦。那我请问你哦，这个伟大的习义尊啊，咔咔咔咔咔咔，好，我不要说他确诊，万一他有个什么办，那怎么办？我请问你，谁来接班？会不会乱成一团？在中国的历史上哦，只要是没有权力接班制度，他们国力一定消耗，最明显就是毛泽东时代，对不对？那个时候包括他的接班人是不是一个个都被斗倒了，然后甚至到最后他们什么发动了文革等等，那整个中国是非常的名声凋敝啊。现在的中国你弄了一个习一尊，搞得现在四面楚歌，大家要来孤立他，因为他不断的扩张，错估自己的国力，然后呢他又不弄个接班人，那我请问你，万一他有个身体有个什么状况怎么办呢？你没有权力继承，大家要不要权斗呢？权斗的结果，当他高层他权力不稳的时候，整个中国会不会在一个更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就我们要来讲的，中国有他内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不断的，不管说他的军演是要大外宣大内宣，特别是内宣，他是要跟他的政敌们讲，我政及天下，我的军权稳得很，我还笼络了军方，借这个时机点也燃烧民族主义。可是这个时间点，因为十月底他有五中全会，过去中共几次宫廷政变在他们的几中全会里头就发生过，所以他现在他不管是要抓台谍，都警告你台独，警告你国民党的本土派不要蠢动，然后满足内部的民族主义，军演一方面威责台湾，二方面来安抚军方，三方面来告诉大家，就说我军权在握，这里面都在权力的不稳定感。好，所以因为中国这种人治社会有这个问题，那相对美国，我们刚刚有讲到，请各位注意到很重要的讯息，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大家一定担心说，哎，买那拜登屌嘞，拜登这个儿子听说跟中国有蛮大的利益，贺锦丽他的副手，这个很年轻，老公在中国有很大利益。副总统辩论会的时候一副轻中的样子，万一这一对上去台湾被安怎是好，那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看到这个民调，你心中要比较笃定一点，为什么？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他必须对他的选民负责。现在在美国境内有史以来 73% 以上人民对中国是反感的，这是历史的高峰，而且是这一年来伟大的习一尊领导之下曲线式的陡然的上升，不止在美国，在全世界好多的国家都同样的态势。那我请问你，新任领导人要不要听一听民意？过去大家说啊，美国会不会来？美国人很爱惜自己的大兵啊，要为台湾来出战吗？好 ，CSIS 这个民调的结果是，
已经把台湾认同为说这个非常重要，美国要来保护。我们跟美国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哦，也没有军事上的合作防御条约哦。可是居然那个民调接近于有正式防卫条约的日本、韩国，甚至比澳洲还大，那表示什么？表示美国人第一，美国人民知道中国是取代俄罗斯最大的威胁，所以保卫台湾这个航空母舰也是保卫美国自己本国的利益。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比当年的俄罗斯还难缠。中国已经把它的经济利益跟全世界挂钩了，所以今天你要对付中国的话，必须要更精密的手段。因此在这个民意结构之下，还有民主党、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都是对中国态度强硬的。在这种结构性的大战略之下，我不认为任何一个领导人上来可以让个人的意志来扭转，这第一点，好，这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来知道的。好，那么第二点就必须要说台湾，尤其我们今天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这个既有的大框架之下，我是觉得现在政府真的很不错啦。一方面硬的拳头我们做得非常好，美国因为基于信任我们，也看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源头打击，对不对？然后击敌于半渡，不让他渡海来，我们自己国防方面硬拳头，我们自己足够的自卫能力。然后呢，刚刚有讲到，杰明讲到了，不管说是我们的科研一号要跟美国合作，知道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水文的位置，不管说是乐山雷达站，不是只有台湾需要，美国需要，日本需要，南韩需要，我们有这个印太战略的安全的隐形同盟的关系。在经济上，飞鸿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供应链，我们也占到了这个战略的位置。也就是说，台湾让自己是进去的，不管说是安全上面的印太战略的亚洲北约，乃至于更大的经济战略的一个全世界的飞鸿供应链的一个北约，经济上的北约，台湾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只要我们站在这个正确的位置上，我认为不论是谁担任了美国的领导者，他没有办法逆转这个结构。也许策略方法有异，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敌人。特别要告诉各位一点，在拜登他背后的国他的团队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坎贝尔。坎贝尔，我们要谢谢李登辉前总统，在坎贝尔时代，阿米塔吉，在李登辉前总统时代，阿米塔吉跟坎贝尔就开始跟我们有非常友好的关系。在对中唱策略上面，他是一个最重要的智囊。所以只要他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只要是这种战略结构是美中对抗这么样子的清楚，美国已经认识到过去四十年来对中国的期待是落空的，那是错误的。只要是这个态势、这个结构是既定的话，在民意的支持之下，我认为台湾是站在一个历史很正确的位置。我们现在做的，不管是经济的，不管是国防的，不管是外交上面的，不管是价值同盟上面的，继续做下去，台湾看起来好像很危险，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台湾很可能是空前的安全。台湾呢，这个从那1949年以后就永远是在被威胁当中，在威胁跟边缘化当中成就了自由民主的灯塔。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从去年呢，美国的副总统彭斯跟今年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他们在对中国做强烈批判的重大严肃的演说当中，对台湾的认同嘛跟认可。那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刚才美美提到的 CSIS 的调查说，多数美国人愿意承担风险保护台湾不受中国威胁，其中呢，承担风险来捍卫区域盟友跟伙伴项目，台湾分数是66.69分，比澳洲的6.38分高。那韩国跟日本，我们刚才说了，也都是在这个上下之间而已。意见领袖给出最高的7.93分，所以这个葛莱仪他的评论是说，美国人对台湾的协防的态度有一个 major 的 shift， 就是很重大的变化。而这个重大的变化呢，葛莱伊说，不管未来的总统是谁，今天是10月15号，那这个下个月的3号，美国新任总统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讯息非常重要。那葛莱伊呢，非常这个资深的，而且非常有权威的一位中国问题跟台湾问题专家，所以这个在
这个时候，这个要请教朗东的是，我们从武器战略战术哈，美哈台啊的军事啊同盟关系跟美国的角色，已经告诉大家，马英九跟这个马英九们所做的那些唱衰都不是事实啊。那张成总工程师很客气说他读的书不一样，那我们认为他的心所向往的祖国是不一样，他所认同的国家是不一样，他还吓我们千万人头落地啊！彭夏的意思是他根本就是眼睛看瞎了啊！那从别的角度来看，我们面对的这个新的情势、新的民调，还有皮尤中心的那个调查，全世界讨厌中国的平均比例是73%嘛，对不对？在此同时，这些中国国民党人，这些跟着一起胡闹的，比方像央视的什么台剧，这个台湾间谍的剧等等，慢慢应该会被我们的选民们给认清、给唾弃吧。没错，美国智库 CSIS 这个资料一出来，狠狠就赏了前总统马英九几个巴掌。我特别查了时间了，马英九他说首战集中在美国不会来，然后呢，这个台湾一被打就会输了，是在8月10号的时候讲的。而呢，美国智库这个研究呢是横跨8月4号到8月31号，以民调时间来讲的话，时间拉得有点长，不能排除是说在美方面早就知道说台湾这边有些内应，像是马英九们会散出了很多这个情资，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降低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及打击台湾人的一个士气，所以美国智库这个做法是非常的聪明，他做了一个详实的一个报道，很公开让大家知道说美国的民众跟美国的专家是怎么样子看待呢？对于呢这个对台湾协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刚刚讲的那个数字呢，其实他意思是这样哦，0到10分就讲是说美国人呐、愿意为了去防卫一个国家付出多少代价，那可能到10分的时候就是美国人全部死光，他也要守护好这个地方，那不太可能呐、那但是能够到7分跟8分就算相当高了。其中呢，在民众的这个部分的话呢，美国民众一般民众1000多个民众具有统计上的一个意义的，给台湾分数是6.69。然后稍微比日本的6.88来的低0.2，但是其实已经跟了美国的这个盟国一样高了，甚至是比澳洲的6.38高。还有另外很重要的是说，他还访问了400多个国安、经济、人权、民主一些政治的专业人士，他们呢对于台湾这个协防愿意付出的代价更高，到7.93。那也就是说呢，在专业的有政治决策力的人来讲的话，他们很了解到说，美国如果要稳住整个东亚的局势的话，台湾是他们一定要付出代价去把它协助守护下来的。接下来第二点呢，这个研究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在询问这些专家对于说如果现在美中开打的话，美国胜算有多少，他认为说美国胜算79%，就是80%美国就是会赢啦，然后认为美国会输的话呢，只有呢这个20几%而已。但是如果过了10年之后，就是这个比例就变得很接近。这些专家呢，过了10年之后，美国胜算变成54%，美国打不赢中国，即便46%，已经开始会接近5-5了。这可以合理的说明什么？就是说，美国认为如果让中国的军力持续的发展下去的话，他跟中国1-1打会输。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要布局？澳洲啊，这包含印度啊、日本啊，就有4方会谈，还有他要做这个研究，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军事合作呢，是希望说扩及啊，就是美国1-1跟中国打不赢。可是透过现在，透过资讯上视野上面的共享，例如说美国卖给台湾的这些F-16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资讯侦察系统，或者是乐山雷达站，它可以让日本呢也提早知道，它形成了一个共享的资讯网。所以到时候呢，在10年之后，就算中国的军力变得比现在更强，但是呢，包含日本啊、印度啊、澳洲啊、韩国这些等台湾整个联手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制住呢中国呢这部分上想要武力扩张的一个意图。所以我认为说，纵观这个整个资料看下来的话，应该是可以是对整个目前来局势非常的有信心啊。最后补充一点呢，其实日本媒体细刊富士这个爆料哦，那仔细去看底下网友的一个反应是相当的乐观的，他比较像是说啊，日本他们那边得到的一些小道消息是说，北京呢，他可能在11月的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这个台湾进行攻击啊，然后也有说川普会来访台湾，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事情，但是不至于是完全空穴来风，他可能是美国呢，他的一个脚本，一个可能性。
那为什么日本的一个媒体一个晚报了，他呢要去放出这个可能性，他在提醒日本的民众说防卫台湾很重要，或者是说呢这整个中国对外武力扩张这点日本要有所回应，所以底下民众的回应都是说要积极的保护台湾，或者说像台湾这种跟日本虽然没有明确的外交关系，可是他是亲日的，跟一些反日的但这些国家反攻比较离得比较远，就讲中国啦。所以我认为是说整个日本的态势也好，或者从澳洲英国等等这个五眼联盟，或者是呢从整个东亚局势来看，台湾是处在一个虽然一定的风险，可是相当稳健乐观的状况下，绝对不像马英九所讲的这么惨啊。对，不是就是在讲经国蒋介石时代也是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说美国会协防我们呢、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海峡如果这个被攻克的话，那这个台湾如果一沦入中国的手中，那自由民主国家就完蛋了嘛，这不是最白话的一个说法嘛，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不能做美国的这个棋子，他们会认为说美国容易抛弃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呢就在我们全民啊针对哈到底我们要如何哈有拥有国防的这种哈这个士气，如何破除像马英九们这些人的他们错误的所传递的讯息的同时呢，今天有一个插曲，是吴怡农居然被冯世宽骂啊，在网络上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冯世宽是不是讲错话了，还是他发音错误呢？他居然说吴怡农是渣男。后来吴怡农呢他的回应很冷静，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事论事吧。因为冯世宽有点像爷爷，吴怡农看起来像孙子，到底这个意外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看最新的情况。那是个渣男啊，不要听他的。被问到吴怡农提出全民皆兵的主张，退辅会主委冯世宽语出惊人，骂吴怡农是渣男，一上被询台却马上改口，您可能说这个是渣男不要理他诸如此类，那引起了轩然大波了。因为渣男这件事情跟吴怡农好像大家不是传统中印象不太这样定位他，那是不是您讲多了还讲快，您要不要再讲一次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理他，我讲渣男了吗？我不记得我讲渣男。日前，新境界基金会副执行长吴怡农抛出全民皆兵，认为平时和战时两者界限渐趋模糊，加上不少人觉得军中训练缺乏实质意义，照招又流于形式，因此建议在社区组成具抵抗能力的国土防卫部队，以在家当兵的方式将国防升值于日常，提升民众投入意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全民皆兵模式。只是对于这项提议，冯世宽很不认同。我个人认为啊，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年轻人，是是，但是呢他一些想法我觉得偏离主题，我极不喜欢。我假如有讲他渣男的，决定不是说他个人是渣男，我觉得这个计划是不值得考虑的。澄清不是骂吴怡农人品很渣，而是批评他的建议偏离全民国防的计划。渣男一说并非本意，要吴怡农别太难过。你觉得这个计划很渣，但你不是说他是渣男这样子？我想不至于要去伤害他 ，OK， 因为私底下他跟我还蛮要好的。真的，我觉得要把吴怡农跟渣男画上等号，跟我们一般认知是不太一样。我希望他不要太难过，我不是故意的。好，廷飞，今天那个吴怡农的支持者农夫有暴动哈，叫他道歉就要道歉就要道歉，还有人说你这冯世宽下台吧，他到底在讲什么？这个老先生是退辅会主委耶哈。我觉得哈，今天确实这个主委他现在是主委了哈，他确实如果说针对他自己的这个说法有一点点问题的话，我觉得他确实也应该要跟吴怡农针对说他渣男的这个部分哈，应该予以给他一个道歉，然后比较郑重的一些说法了哈。那其实我想，在整个国防的大家的看法，尤其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我们的兵够不够这个问题齁。那从我们的什么这个教招啦，然后是不是要回复征兵啦等等这些问题不断在讨论齁。那当然吴怡农提出了他认为说哇在家当兵全民皆兵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跟冯世宽他的想法跟看法是不同，那跟目前我们现在全民国防的主张也有点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看法，那你认为他讲的有一些误差，那我觉得你用渣这个字，那甚至你说你是认为他的建议不好，所以你说渣，然后可能讲的太快变渣男，可是渣男这两个字真的不好听哎、欸。渣男这两个字是完全形容一个男生，是不懂什么叫渣男、啊。我觉得他应该跟年轻世代完全脱节。但是我觉得不懂啊，读的书不一样，是不是读书又不一样？那做错事人都是读书不一样。我觉得他，你不能倚老卖老啊，不能因为你年纪大你就可以乱骂人啊。对，这个前国防部长他是退辅会主委啊。对，现在是退辅会主委、啊。你骂人家，最后说希望他不要太难过，我就不是故意的。然后民进党委员就饶过他了吗？今天后来那个，吴怡农说，他希望就事论事，他也没有这个很生气了。可是人家有提出意见的这个是这个资格嘛，对不对？没错。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我觉得说，他去上课教他什么叫渣男，他跟马英九也很像。他们这些人讲话，是不经过大脑吗？然后对于自己了解的事情也不去深入了解。我个人是认为你们民进党哈政府的这些立法委员们对这样的一个阁员应该给一些问号啦，要考核啦，这样下去啊贻笑大方，他怎么带退辅会主委？确实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是口误，然后说错了，你确实要道歉，因为这两个字其实对一个男生来讲来形容是非常不好的。那或许最近啊，有太多的新闻都跟渣男这两个字就他就乱讲一通，所以他可能搞不清楚，或者是脑筋一闪过就把人家形容变成在吴怡农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不对就是不对，就应该要道歉。但是当然大家都可以提出政策的论述，那你对他的政策你觉得你不认同，你可以针对他不认同的部分去做解释，可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字眼出现。其实第一时间各界反应都非常错愕，那个卓冠廷他这个年轻人，你看马上就在脸书上说他应该道歉，为在脸书上这个批他，结果还有人说什么农妇暴动，不是，我跟吴怡农差那么多年纪，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这个很认真的对自己的主张勇于表达的年轻人嘛。朗东，渣男是很难听的字耶哈。渣男是讲会劈腿的，对女性这个感情不忠诚的男人吧？对啊，或者是其实某一人可以称为渣男，就对国家不忠诚啊，当过元首了这个几年了，现在居然那个反过脸来背叛这个国家，这应该也叫渣男，对不对？结果你讲人家这个吴怡农，然后不正式道歉，他。我是觉得民进党的立委对他太客气，要我就把他轰下台哈。对啊，这个其实马英九真的也就是个渣男，所以说他是渣男就很合理。政治上面去背叛台湾是蛮渣的一个事情啊，是不是？那冯世宽讲这个，我去搞懂他来龙去脉了。因为是在上个礼拜10月8号的时候，吴怡农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到苹果日报论坛上面，他其实讲的概念是联合国土防卫，但所谓的在家当兵听起来好像很异想天开，但其实不是。他意思是说呢，其实如果说呢，这共军上岸了之后，民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如果大家都弃械投降了，所以说就是让这个共军去攻打台湾的机会跟成本都变得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说大家可以在社区有一些机动性的轻型的一个武器，或者是可以知道在躲在哪里，可以先撑一阵子，用做平时做这样的一个后备演练的话，那其实是呢可以让台湾就算这共军已经上岸，全台湾人还是可以躲在自己熟悉的区域里面，跟共军打一个像是那种都市间的野战这样的一个观念，用这个方式去增加台湾的防卫率。那当然这个方案可不可行，怎么执行，这是可以讨论。那冯世宽他就摆出一副说，我过去是国防部长，我现在是对府会主委，这个年轻人讲的那是什么都不懂，那么胡说八道。但是他脑中浮现的一个字眼就是渣男这个词。那我认为可能到现在冯世宽还没有认真的去看到底吴怡农说了什么话，他只是觉得是说这个人的辈分或者是他的这个言论是没有这个他身份不足以跟我谈这个，就是一个小毛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的意思啦。那但我认为是说，其实这个民主社会言论自由，那冯世宽他作为前国防部长跟退辅会主委，那个后备军人他也会管得到。那如果他认为这个提案不好的话，可以去提出，大家互相去讨论，看怎么样做。那其实也不一定完全照吴怡农的说法去做了。可是一个阁员不能够口无遮拦吧？这个，建明啊，
对啦，他小英总统对他挺好的，国防部长卸任还去做了国家什么防卫研究院的院长，然后呢，退辅会主委，因为前主委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就赶快又把他调来，然后他。实在，这个对小英政府来讲，没有一个人，这不是一个好的指标。没有一个人可以针对我不同的政策意见去说别人是渣，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那当然，他背后理由是可能他现在也在忙于他退辅会的事情。不过我们整体他说他忘记了，对我整体来谈一件事，就当然我不记得我有讲渣男。对于一个阁员，就是一般人在骂，一般人在骂这件事情，都可能会被他。被告公然诽谤，或是有人会认为这是加重诽谤，那特别是一个阁员，他更应该注意到他自己所用的词句。幸好他讲的是吴怡农啦，吴怡农不会告他。那因为他们对吴怡农当然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不过我相信吴怡农心中也会很难过。那当然这里面他当然或许某种程度他是一个直觉反应，那这直觉反应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这位前任的国防部长会突然之间说这句话呢？主要思考的问题是，媒体之前有他报道，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汉光演习的时候，这个吴怡农他还记这个仇啊，吴怡农曾经说了一句话，说这是在表演，那这个让这个。我们这位前任的国防部长他绝对的不快乐，他曾经说过就是这个是胡说八道，我们是很努力在做军演，所以可能延续那个思维，所以他可能对吴怡农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以他是国防部长来说，你这种话以前国防你这种话是不入流。我们最后请两位军方的资深人士告诉我们，这个老先生代表的是军方的文化吗？当然不是，我讲话就不会这样子嘛。哦，对呀，你只会说我们读的书不一样，对不对？那其实冯世宽呢，在军中过去长久以来一个特点，他人格特点快人快语。哦，这位老先生，当然我们如果从这个事情上看，哎，你怎么这样讲啊？但是坦白讲，他对国家的忠诚，你看，比起那些什么啊？那个什么什么总司令上将陈廷琰 比那个什么吴思怀，哎呀，这位老先生脑筋很清楚啊，所以你说可以原谅他，他对国家的效忠啊，对台湾的这种防卫，他可真的也是如他快人快语一样，他是心直口快，实际上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里外是一致的，就为什么说小英总统这么的重用他，这么的这个厚爱他，你这有道理。第二个，吴思怀，我对吴思，不，吴怡农，我对吴怡农也有很好的好感，但是我建议年轻人啊，特别是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有些问题真的要谨言，要慎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专业的问题啦，对，非常专业，你要比较谨慎点，因为你的政治前途看好啊，对，对不对？不要为了坦白讲，上一次这个汉光演习的事情，连总统蔡总统都有出来，都出声援军方。所以说哈，真的有些问题真的不要，你像今天我听朗东讲，我才清楚了解说，哦，他整个概念是这样。一般人看新闻只看标题，对不对？怎么知道说你这里面曲折的内容过程？而且说实在，我们现在的防卫作战，我坦白跟各位讲，就是没有打算中共会登陆了，就这么简单。对，就是刚才张程所讲的，他登陆不了了，我们是源头打击，源头打击，极敌半渡，没有机会让他登陆，就是我们还什么巷战，就做成开玩笑，刺猬跟豪猪嘛，让你根本不敢来。这个是一个最白话的这个语言呐、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过你是做政战出身的吧，对不对？我那个台谍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演了两天呐、演了那个演了三天，演了一塌糊涂，那个声誉呢？大减，连那个江启臣都痛骂他们呐、啊。江启臣好像嫌他们这个不争气，那个他说这样会帮还说帮到绿营、啊，还说帮到绿营啊，什么反中情绪啊，这样。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个，真的，我脸书写了两篇了。对啊。哎呀，居然一片叫好。对。哎呀，我本来想说人家倒霉嘛，我们讲几句好话嘛。结果没想到我脸书上的反正一片叫好，好像他们活该倒霉的样子。那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台湾人不但没有同情他们，而且还这样子的雪上加霜呢？为什么？因为坦白讲，你看他们过去的作为啊，真是有走两面呢、他
它不是台谍，不是间谍的，是蝴蝶的谍，台谍跟蝴蝶一样，他以为长袖善舞啊，两边通吃。可是现在很多比较亲中的，常常去中国的这些企业家跟学者，好紧张啊，对啊，怕被逮起来呢、啊。除了这以外，我告诉各位一个秘信啊，一月的时候有个蓝营的，我以前的我那个当我工作室的人啊。也被扣了，扣了七天了、啊、吓得屁滚尿流啊！最后啊，还因为这个还有高层的出面去营救他，不然的话他也被抓了啊！他是去福州讲学啊，人家邀请他讲学，没想到也被扣了，就一堆手机、电脑通通被没收了，真的夹着屁股回来。所以现在所有蓝营的有没有人谁敢提这个事情？没有人敢讲，一个点点，为什么点点嘛？活该嘛！